好，来继续来到婚礼的卖料，一个40岁乡亲，离家己厝的门卡口，好一尾目镜蛇来夹到，因为当时这个119当咧执行着其他的勤务，这个救护车都要半点钟后才会到位，都惊一个耽误着，恐惊就无命。这个乡亲就家己车驶咧，要冲去有血清的台大病院的斗六分院，但是为卖料到病院上届无嘛要一点钟，好哩加载，拄着警察的巡逻车。半点钟就该送到病院，助血清来救命。乌色轿车突然间就停在警察头前，驾驶冲落车，一边甲人啊提出来，一边喊员警讲，后边查甫人去被事情夹着。啊，这蛇吼，这蛇。警方马上予去蛇夹着的查甫人坐警车去到那个台大病院，因为遐有解毒的血清，一路车批真紧，半点钟就到啊。麦寮这边到斗六台大的话，正常是要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，然后我们大概半个小时30分钟就是之内就到达。这查甫人助血清经过治疗了后无生命危险，但是啥物会去蛇咬着呢？伊讲车被阴暗时10点外要出门，离门口靠去咬着。麦寮三哥，救护车来个单半点钟，台大要靠血清。哦。然后伊讲，无你着家开车自家去。是讲门口靠啥物有蛇？厝边隔壁讲。附近有饲猪的，鸟鼠会来咬饲料，蛇佫会来咬鸟鼠，所以附近足侪蛇，而且是有毒的。平常时大家营养时间路拢足注意的，无疑个讲，离门口口买起有蛇咬着。